反而把人家品牌给破坏了形象。哎，我就自我抬高看了吧，但是我很客观。这套链接已经可以挂在上面了是吧？能上啊。好嘞，这系列我就不再说它了，但是过一会儿的话，我想还会再说它，我就放在我旁边吧，好不好？因为我看今天的情况，今天的情况是想说是我会再说它，比如祥林嫂啊，今天我会当祥林嫂，因为我很想说它，因为我觉得它太无超所值了。有粉丝有青花瓷的图啊？青花瓷啊？有人问青花瓷吗？有，迪士尼的青花系列。哦，哎，我觉得这样，冰冰，你可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呢？可以啊，就是我你身材这么好，我们的超模身材的，就是我刚刚过来的时候就一眼就看到了迪士尼的款式。别往这拿了，我就是让冰冰给大家看一下，之后再往这拿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啊，接着大家在镜头也看不到我了啊，接着那个完了之后，让大家直接看一下那个，哦，你是不是想选米奇那系列的？我看一直盯着不放。为什么镜头里还有我呀？你看我们这些米奇系列的，还有这里也有，你们看这里米奇系列的，我刚刚一进来一眼就看到了青花的，这些是的青花瓷的。哎，你们怎么知道会有青花瓷呢？是不是非常适合你们，也非常适合我，对吧？这么好，这个。那青花瓷系列的，这个是吗？你们知道这个造型是什么吗？这个造型，我们刚刚那个设计师就特地跟我讲了这个造型。小蝴蝶。是。有喜欢的朋友们吗？这个。我拿过来吗？好。好的。我就再拿一个，给大家挑个这个吧。哪个是长盘？这个是吧？哦。它有配套系列的吗？就是一整套的话，这个是单盘，然后餐具是一整套的，啊，餐具也是一整套的。那我想拿一整套的，可以吗 ？OK， 好吧。你可以先拿那个盖碗，我帮你拿一整套过去。好的，那我就先拿着这个走了。那是青花瓷系列的是吧？对。OK。青花瓷。你们的冰冰回来了。青花瓷系列是那系列，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吧？有青花瓷，还有它的那个子母壶。我觉得子母壶还分男孩女孩呢。对，这还有这么分的？是这样的。冰冰，我这样是要立起来吗？他能看见吗？这个版权费非常高，你看后边的没有？这就是版权费很高，版权费要求非常高，这个版权费很高，大家看到了啊。这个可以给大家看吗？这个可以。好。所以就说他就也费了千辛万苦啊，这品牌方。这系列还蛮多东西的吧？对，非常多。
让大家都感受一下，因为这是新款。嗯，你看你这壶和我的壶不同哈、啊。一个男生，一个女生。对，你是女生的，我是男生的。